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贝里群岛是巴哈马一块隐藏的宝石，为寻求扩大投资组合的投资者提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机会。这些岛屿政治稳定，拥有民主政府和稳定的货币。巴哈马的经济主要以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为基础，贝里群岛也不例外。凭借其自然美景、丰富的海洋生物和休闲活动，贝里群岛已成为奢华岛屿体验寻求者的热门目的地，因此投资贝里群岛的旅游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贝里群岛的文化生活混合了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元素，这里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充满活力的音乐场景，美味的食物和轻松的生活方式。贝里群岛为投资者提供了创造一个融合了这些文化元素的豪华度假胜地的完美机会。凭借其原始水域和自然美景，贝里群岛已成为许多名人富翁和房地产投资者寻求远离人群的宁静生活方式的天堂。今天要分享的 Wildberry Cay 和 Neptune's Nest 就是其中两个以其独特性和投资潜力而引人注目的岛屿。 Wildberry Cay 位于 Trop Cay 以北两英里处，靠近佛罗里达州，是一个美丽的无人岛。该岛占地90英亩，海拔高达40英尺，岛上的土壤大多是黑色肥沃的，同时它也坐落在一个条件优越的渔业区域，使其成为钓鱼的理想场所。该岛周围还有许多袖珍海滩，可以通过一些小路进入，而岛屿的东侧则提供了良好的深水通道。此外，从该岛也很容易进入 Trop Cay 的入境口岸，因此 Wildberry Cay 是私人家庭度假或度假胜地开发的绝佳地点。该岛为永久产权，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750万美金。 Neptune's Nest 位于贝里群岛的中心附近，靠近 Trop Cay 和临近机场和码头，飞行只需15分钟和45分钟便可分别到达拿骚和南佛罗里达。该岛占地约120英亩，拥有7488英尺的白色沙滩，为其开发提供了多种选择。岛屿海拔很高，还可以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和私人飞机跑道。凭借其360度的海滨、海滩、海湾和悬崖美景， Neptune's Nest 非常有潜力成为一个家庭式私人岛屿度假地，或是一个豪华的热带海岛精品度假村。该岛也是永久产权，目前售价为950万美金。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